Евгений Жунгов! Вани Жунгов! Привет всем! Я папа Жени. 欢迎来到禁止的家升级大会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升级大会的现场啊，这个就是今天晚上开 party 的一个地方啊，晚上有庆典啊，看这有这个红毯一会儿拍到这儿，然后后面是那个大屏幕啊，然后有这个演出，今天晚上啊，下午呢我们有两场会议，嗯啊，我们要参加，2点钟开始啊。我们今天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啊，一点点的时间，这个酒店非常漂亮，我们打算在这个酒店溜达溜达，然后看看这个酒店的沙滩啊，我们还没有来过零水的沙滩，对，走去看看去，走。你要干嘛？吃饭。吃饭。你敢不你把货。看看这边。走，小雷要今天当导游。真的，大家也都说了，雷奥的汉语比你说的要好了。你说汉语，这句俄语你说成汉语。你看说不出来吧？你小雷奥就能说出来。小雷奥，你说两句汉语。我要这边走。对，你看多棒！走，我们上那边去。等会儿去那边干什么去？嗯，看看。看什么？海边，上海边看看去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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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这个宾馆的环境多好啊！看这个绿化，嗯，这酒店叫威斯汀，是不是？威斯汀，威斯汀，嗯。我们上次在万宁住的也是威斯汀啊，嗯，西瓜视频那个大会，真漂亮啊，蓝天白云。走，上海边看看，都说陵水的海边会水会更干净一些，嗯。去看看，哇，这个沙滩是不是有点太美了？真的好漂亮。我们在2022年真的是特别传奇的一年，我们的2022年。对，尤其是年底的时候啊，我们这次海南之行绝对是不虚此行啊。我们参加了两个会议，一个是西瓜视频所举办的会议，一个是今日头条所举办的会议啊。这我们回国了这几个月了，五六个月了啊，真的是大家都进步非常大。雷奥学会了说东北话，是不是雷奥？你喜不喜欢中国？喜欢。喜不喜欢爷爷？喜不喜欢奶奶？喜欢，是吧？啊，你说两句东北话，你说。我喜欢爸爸，我喜欢妈妈。对。我喜欢爷爷，我喜欢奶奶。你说，我们出去溜达溜达。大家没有发现，热尼亚自从回到了中国这五个月啊，在慢慢的成长，慢慢的在进步，已经越来越自信了，越来越漂亮了，是不是？大家有没有感觉？真的，热尼亚真的越来越自信了。人家上次西瓜视频的举办会议的时候，热尼亚还是很害羞啊。这次我们在头条举办会议的时候，热尼亚就是特别从容的面对一切，见到人也不害羞了。嗯，真的是很棒啊，热尼亚，很明显在进步。我们再也不能说任雅没见过世面了。2022年，我们以这个今日头条的这个大会做了一个完美的收官。
然后呢，2023年我们两个还会继续的努力的，然后我们爱中国，爱中国，对，同时我们也希望我的父母、我的家人、热尼亚的父母、热尼亚家人，尤其是热尼亚的爸爸，在乌克兰，在这个俄罗斯能够幸福的生活。走了，就坐着吃饭，正事儿要紧，吃饭。看到什么了？这有个羊啊！吃吧，啊？吃肉。人家，人家，这次是，也是快卫生了啊！一整只羊啊！Очень красиво, я не смогла удержаться. Ладно, сегодня можно кушать. 吃吧，吃吧，没事。人家最近在减肥啊。你也得到面前吗？行，咱一起吃。各种专注于吃，他俩。Привет всем. Я папа Жени. Вы, наверное, меня помните. Я был у них прошлой зимой в Питере. Сегодня у нас дождь на улице. Тревога закончилась. Свет сегодня не выключают в честь праздника. Ну, это католическое Рождество, у них уже это большой праздник считается. Живу я в небольшом городе Канев на Украине, недалеко, 150 километров от Киева. Добрый вечер, это опять я. Сидели, смотрели телевизор и все. Теперь ходим с фонариками по всей квартире. Теперь 2 часа не будет света, и так гуляем. Хорошая вечерняя у нас жизнь. У людей тоже такая же беда. Одни фонарики светятся по всей квартире. Понравится видео, скажите. Пока.